天才知道说，哦，原来燕窝可以这样。你知道燕窝本人了？对，这才是真的燕窝。太刚好了，因为哥就是燕窝达人，现代人还为了感念李时珍，帮他写了纪念歌《李时珍》。爽 ，OK。你铺这个梗铺多久？我介绍的就是跟我一样比我更厉害的演艺圈不好女神徐若瑄在吃的鲜炖燕窝啊！我现在拿给大家看，你们手上有的这个一小罐呢，就是一人份，你可以即食的。鲜炖燕窝呢，它是印尼顶级的乌燕。什么叫乌燕呢？它不是哦，那个野生在外面的燕子，它帮燕子盖了一个房屋。然后呢，所以呢，燕子在那个房屋里面筑巢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干净，然后杂质也会比较少，等于就帮你盖一个漂亮的房屋，为你遮风避雨。然后我们这是顶级的白燕，也就是我们讲的官燕，是一整片的燕盏。如果呢，你买到很白很白的燕窝，那就是假的，因为它可能有漂白过，它可能是有掺了其他的东西，或是加了一些塑胶，你知道吗？它不是真正的燕窝。对，那真正的燕窝它就是会有一点淡淡的鹅黄色，是这种颜色的。然后我现在打开，我再跟你们讲哦，一般我们都说，哎，喝燕窝，喝燕窝，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不要再讲喝？那别人的叫做喝，我们的叫做吃，因为你看，你们看哦，我现在挖出来给你们看，就是安内啦，哎，扎扎实实，满满的都是固形物，丝丝分明，哎，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添加物哦。那其实呢，这就是丝丝分明，你有看到一丝一丝的，就是顶级的燕盏。这个厂牌呢，就是我们去迪化街逛街啊，办年货的时候都会经过。我从小就知道了，已经接近百年了。他们是非常有品质保证的。燕窝最难的是什么？它要人工去去除这些，像燕子里面有一些杂质，要把它人工挑掉，那个非常辛苦。所以呢，它是接到单子才会去做，然后低温的去炖，所以它的品质非常高，然后它里面又没有加胶，没有去漂白，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物，就是这么单纯的食材。你们刚刚吃的时候感觉怎么样？真的很好吃，而且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燕窝吃起来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只能喝。对，因为以前长辈给我吃燕窝，我就想说这不就在喝糖水吗？对对对。然后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燕窝可以这样。你吃到燕窝本人了？对，这才是真的燕窝，之前真的是喝糖水。对呀、啊，吃的好像我们国外那种手工的果酱，手工的 jelly 嘛，然后一丝一丝的感觉，一丝一丝又不会甜，然后有一种淡淡的，有一个蛋白香。对，这个品牌啊，除了我们现在吃的燕窝，他们的鸡精人参饮。厉害，大概全台湾就是排名第一名，真的，真的。对，燕窝里面它有很棒的优质蛋白，然后它有氨基酸，然后还有唾液酸，所以它其实呢是非常营养的，真的，它是非常滋补的。我自己会觉得每天早晚一吃，它是会给你补充到不只是外表的美丽，其实它会让你的精气神更好，然后你内在的滋补也做到。这一家百年老店超细心的。你有看到这个吗？很可爱，这个超适合生到，就是刚生完的，比如说萝莉塔或是维恩，那这种在哺乳期的妈妈，或是母亲节你要送给婆婆，或是你的好闺蜜，就是要送 Hello Kitty 的限量款啊！我告诉你，你要追台湾的女生，就是要送这种东西，真正顾到你爱的人的健康，对，然后送给所有的华人都会很开心。这个 Hello Kitty 的限量版。然后你吃完之后，它也可以做其他的装饰，所以女人是不是收到都很开心？对。然后呢，婆婆妈妈收到觉得很贴心。投资别人不如投资自己，像宇文姐一样，好好的爱自己，跟徐若瑄一样，成为不老女神。对。那我觉得这个保养的品牌跟我保养的小 Pebble， 我就推荐给大家啦。对，完全动力。